哈喽哈喽，看姐姐今天给你们带啥了？姐姐，我跟我的闺蜜一起玩。这个是放置三天之后的啦。那再告诉你，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美哦。开始掉床，挖泥倒点白胶，再加点胶水，一起滴成甘油，搅拌棒搅拌混合，加入苏打护理液溶液，搅拌棒继续搅拌，用手来回拉伸揉捏几次，把最好的泥分成七份。 然后盖上盖子，放置一天就好了。大话西游中，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呢？姐姐最喜欢紫霞仙子了，你呢？说说理由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